手采访报道。全球演出超过1500场的疯狂音乐家萨克斯风四怪客，即将在11月三度来台演出，为台湾观众带来新鲜的音乐体验。搞笑剧场的概念演绎各类型音乐，内容涵盖古典名曲、电影主题曲和法国相送，搭配幽默剧情铺陈，四位大叔说学逗唱，样样精彩。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，也为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拍手叫好。来自法国的萨克斯风四怪客，自1994年成立以来，已在全球累积超过1500场演出。富有创意的演出，颠覆一般人对萨克斯风演奏的既定印象。四位疯狂大叔即将在11月三度来台，要带给台湾观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飨宴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